太极气功十八式是根据太极拳的轻柔、和缓、意气相随等特点，结合气功的调身、调心、调息三要素编导而成，通过舒展优美、均匀缓慢的形体动作，配合呼吸，以意引气，意气相随，从而疏通经络，调和气血，治病强身，七病延年。起势调息，卷弓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
团。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前托球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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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团体望月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转腰推掌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马步云手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。Thank you.
捞海观天。吸助浪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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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展翅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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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。深地冲拳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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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燕飞翔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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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环转飞轮，吸，呼，吸，
步拍球。吸，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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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。掌平气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掌收工。热身减肥关节操以活动身体各关节为主，也是太极气功十八式和少林气功的热身功法，有增强体质、减肥健美的功效。热身减肥关节操现在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七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换，一
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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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冠，一二三四